自瞄自瞄去投。这个就是可以补我一下的吗？你那里？怎么夜孤柳先生这么安静的夜孤柳先生？我在看有没有改名。我不管的、啊，我一辈子都要叫你夜孤柳先生。哎，反正我改名了。主播，我好爱你，你有爱我吗？没有。晕了，晕了。问了就是。不改。问了、啊。那他只有购买而已，他不要我。哦，只有购买哦。对啊、哦。我记得他有给一个，哦，给一个免费的呢。不是等你改的吧？你看一下。还想啾啾？就是你要从 Battle Tag 那个。这个呢？账号详细资料那里啊。这个呢？哎、欸，对，看一下哦。就没了。购买更名服务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？怎么？购买直接买人。啊？我不管你不管改了还是怎样，我还是要叫你夜孤柳。然后猫恩是猫神，喵神哦，喵神，这样没错，喵神。真可爱呢。那你是什么死亡？靠腰你！别担心，我会全力支援。都不要死！我还以为已经不用再亲自上场了。都败家，都败家！你是从小时候都从，你小时候你成功就是一直都叫小依依，是不是、啊？哦，小依依这个昵称，我想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。从我第一次玩 LO 的时候，啊，我第一次玩 LO 的时候是那个角色还很丑的那个时候，那是几？